这建厂了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建坝了，还有这里也是田径场啊，垒球场。啊，这里是新营的，新营的。全国运动会在台南啊，今天10月21号开幕了。在台南市的市府城那边开幕的，这边是新营综合体育场，有建。全国运动会在台南今天第一天呢，设立新营的综合体育场，有射箭场的箭靶，啊，箭靶，还有田径场也在这里，垒球场也在这里啊，有看到箭靶。全国运动大会，全国运动会在台南今天第一天呢，这里新营的综合体育场，在家乐福北边的长荣路，射箭场的垒球场、田径场，你看箭靶是。全国运动会，全国运动会在台南今天第一天。你看这里田径场的、垒球场的、射箭场的。还看到箭靶，射箭的箭靶。要参观那个射箭的，来新营综合体育场这边，家乐福的北边。今天凉凉的，田径场也在这。前方一直转啊，金金华路在那右转，第二个红灯那边右转的往西啊，往右，就是可以到国家图书馆南区分馆，国家图书馆南区分馆。这条路叫长荣路了，长荣路。有看到这里，看这一次看得很清楚了。新营运动公园，这叫新公营运动公园。你看田径场啊，还有射箭啊，还有那个垒球场都在新营这边举办。还有28纪念碑，有国父雕像，国父雕像，看到国父雕像，还有那个什么水火同仁，还有游泳池体育馆，游泳池体育馆，垒球场是在，垒球场是在。西南边啊，西南边的车站靠近三星街啊，靠近那个国家图书馆，那个金华路，看到啊，家乐福的旁边，金华路呢？金华路、长荣路交汇附近了。金华路、长荣哦，没有交汇。有诶，这里有。长荣路跟金华路之间呢，
就家乐福的西边啊，这边的国家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啊，金华路啊，家乐福和南边，西边，长荣路在这里啊，长荣路跟金华路是兼连啊，家乐福的西边，我国家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新建的，新建中心的，家乐福的东边那个有八骏马，八骏马，有没有看到红马？八骏马公园，八骏马公园啊，从这边走楼梯。那边不是正门啊，哇，不是这样就被挡到了，看不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球场。跑路了，人家跑步都在跑了，走一点路啊。前方那个八骏马公园。看到选手嘛，那个可能是选手带东西进来的。田径场，对啊，田径场也有在跨那个跨高栏。跟人机的跨栏。凉凉的，热热的。走楼梯，走楼梯，看看能不能看得到。哦，没有办法，都是被那个楼梯挡到，被楼梯挡到，没有办法看得到。那个，田径场，刚刚看的，刚刚就已经有看田径场。家乐福了，看看健康路啊，有没有南方那个就是八骏马，八骏马公你看停车场啊，这多停车，停车。哦，应该在这里看啊，你看你，哦，这里看，从西南门这边来看啊。哦，原来入口在这里。射箭场，射箭场，哦，凉凉的，今天凉凉的。刚射箭场的节目，心灵中的体育场，心灵运动的田径场。哦，射箭场，有没有看到射箭的靶心呢？有没有看到靶心呢？哎呀！还有田径场也在这里，然后垒球场在西南边呢、啊。垒球场是在西南边。哦，你看这发电机这么大，超
最大的发电机。今天凉凉的，凉凉的，凉的。这是桃花心木呢，桃花心木的果实。桃花心木，你看它要可以用来做雕刻品哦，挖个洞，然后能不能做乐器啊？你看哈、哦，这么硬的那个外壳，然后钻洞，你看能做乐器吗？哦，桃花心木的展示。哇，你家都在这里运动呢。哦，来这里运动真好。这边也可以打篮球的呢。哦，你看前方那个水火同源。以前呢曾经在这边办传统艺术比赛哦，还有看到人家打太极拳哦，运动公园的打太极拳打呢哦，全国运动会在台南呢，台南市立新年体育场原来这里。台南市立新年体育场哦，水火同源的呀，你看那水火同源呢，水火同源的呀，全国运动会在台南呢。哦，选手都来了嘞、看到选手来了，我来了，看到水火同源嘞，今天暗暗的阴阴的，哦，再往前方走去，西南边是垒球场。北边还有田径运动场、练习场。这里也射箭场，还有西南边的球场，还有进去以后还有田径场。哦，今天全国运动会开幕第一天呢，这里新营的体育场开幕典礼应该是全国运动的会，你看在台南有虎城的跟新营这边啊，这里新营的体育场哦。有射箭场进去，田径场，然后西南边还有那个你看水火同源的关之琳，水火同源的著名风景景点今天凉凉的呢，你看选手都来了，射箭场还有田径场，西南全国运动会在台南，这里新营的体育场，新营的体育场，
里面呢射箭场，还有射箭的靶、箭靶，还有田径场，旁边附近。选手都来了，你看选手来了，古都四百年，全运竞风派，迎接112年，全国运动会，你看，台南市举办的呢，这里台南新义。今天呢，10月21号了呢，哈，全台22县市的选手。共襄盛举啊！全国运动会在台南，你看这里新营的综合体育。看射箭选手到场，还有田径选手进去，还有田径场。另外西南边呢有垒球场，前方有那个打练太极拳，太极拳还有打太极拳的，那边是在练太极拳的。以前还有个练相公的呢，在这边。在门口的前方，空的平地这边，北边也有田径场。以前那个绿地啊，前方绿地那边，还有那个台南市的那个什么传统民俗技艺表演，宋江镇表演，舞龙舞狮镇啊，舞狮镇表演竞赛比赛都在比赛，宋江镇、舞狮镇，都在这边。你看正前方，往前方看，有没有看到那个铜像雕像啊？好像是先总统蒋公哦，还是国父雕像？那个告示牌讲的，国父雕像可能是在前方远方西边。他现在看到那个。绿色的广场，绿色草地的北边，有没有看到？有雕像铜像，好像是先总统蒋公的。好像在招手，风大了，今天凉了。看风大了嘛，吹得大。风大了把它吹倒了，今年2023，今天10月21号，通常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节，1945年34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。那你看为什么会是古都四百年，就是1624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收复台湾嘛。1624来了，
好像来了还要奋斗九个月左右的呢。哎呀，在网络搜寻，在网络搜寻，在网络搜寻。古都四百年是从1624开始算，然后到现在2023已经快年底了嘛，那明年就2024了，你看四百年加一了，可以进入四百年之后了。哦，全国运动会上。我还有吉祥物，吉祥物呢、啊？水火同源是吧？吉祥物，嗯。吉祥物，嗯，当然吉祥物。射箭场、田径场、西南边岸垒球场、水火同源建筑物。哦，这吉祥物啊、哦，这吉祥物呢？黑面琵鹭吗？这吉祥物是黑面琵鹭哦，黑面琵鹭，你看它鼻子那么长，对，心灵的综合体征。哦，原来这个吉祥物，两只吉祥物是黑面琵鹭，黑面琵鹭通常都在七股的那边看的。哦，这个有射箭场，然后有田径场，还有西南边的。水火同源，水火同源的艺术作品好像是杨英红。的作品嘛，那这个你看县长李亚强，以前的县长李亚强是吧？哦，创建的嘛。哦，你看水火同源，以前的县长李亚强，哎，是那个时候吗？这里写的是李登辉呢。哇，民国82年，82年是啊，李登辉。水火同源，哦，水火同源，哦，北边草地，你看，北边还有那个铜像，好像是先中红蒋公的铜像，可能是从金华路那边移过来的哦。水火同源，你看那个好像是先中锋蒋公的铜像啊，可能是从金华路那边移过来。你看这运动场很射箭，桃花心木呢？桃花心木，你看哦，这个外壳都好硬啊，可能可以做艺术品了。哦，桃花心木，你看那个，那个像球足枪体那样的铜制，很有名。你看，哦，好。哦，桃花心木果实铜制，你看，哦，开了以后是这样的，你看，会飞哦。啊，灰灰灰，你看，桃花心木哦，可以做。哦，你看，前手的入场了，射箭场箭靶，射箭场的箭靶。哦，心灵啊，运动场这边，
心灵的提倡这边。全国运动会的射箭场啊，以前田径场都在这里。另外西南边还有那个垒球场。哦，这箭靶很多，你看那箭靶，选手有。哦，射箭场。哦，你看射箭场啊，全国运动会射箭场。哦，骑那个车快了啊，方便啊。哦，好多箭靶，一有十组，那台箭靶。这里心里呢，通了。哦。哇，那个真好用，这样很快，比走路快多了，效率高。选手有入场了。